哦，这个背景音乐竟然换了，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音乐好不好听？假设我们今天要来玩罗莎，为什么要玩罗莎呢？因为罗莎出了一个新造型。这个造型其实我觉得以罗莎全部的造型来说，它算好看的啦，虽然整体颜色是紫紫的，就魔人风格。如果你最近刚好玩过博德之门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这个造型其实有点像博德之门里面的魔人。好，那我打开我们的商店。典藏特惠包甲基，甲基的极限维等已经出了9600，很贵哦。这个典藏特惠包9600真的很贵，我现在金币368根本就不够买，要买的话只能花战队币。现在买这个火力拉拉队，买下去149。然后其实这个模范输出斯威克，我觉得也蛮好看的。不过因为我斯威克玩的很少，所以我们这边呢就先暂时把它放着。雪莉的也输了，好贵，根本就买不起。我们今天目标呢是把甲基在足球上面踢到大概700-800，就用我们的酷酷拉拉队造型。那不过现在因为雪莉还有狂牛变得非常强，所以我觉得罗莎待会可能会被这两只角色喷烂，反正我们就用罗莎去试试看嘛，看一下罗莎打目前雪莉还有狂牛好不好打。我特地找了时代来陪我打，因为我今天没有开台，所以我这部影片都是用录的。其实如果要快速爬杯的话，三排比较好了。我们现在少一个，只是无伤大雅，毕竟我没有时代。我知道第五草丛没有很多哎，玩罗莎好像有点吃力。任务好多，一次解六个任务，94手。这奔腾怎么还在一阶啊？1分30秒啦，还是他带一星？但是有啦，他二阶了，来看一下是不是一星？没有，不是。我来换一个能力之星和武装配件啊，因为没什么草丛，所以我去带荆棘拳套可能会好一点。哇，极限威能！现在每个极限威能都有加跑速。我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得这是一件好事，因为现在每个角色都跑得超级快。等一下，缓一下。不行，这位置，这个要等时代去秒掉它再。哎，实在没跳进去，哈！还了，还两个 ，BB 被击退了。帮我回血，帮我回血，道哥，帮我回血，怎么帮我回？他力量大嘞，他刚帮我回了3次，然后之后就不回了。爆炸了！哎，反锤，拉一下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，算了，我来。还比到站，都短大啊，道哥。玩两个，玩一个而已。哎呦！哎、欸，被他接住了。吼吼，原来是台湾人啊！现在是7:30，刚好今天又要补课。我怀疑这三个人翘课。哎呦，实在真拼，穿过了塔拉的影子。帅！水就配合。
这边应该大船给我，站在刚刚好的距离。不过说实在的，虽然说我买了这个造型，但是我在玩的过程中，它好像跟原始造型又很像，这有点白买的感觉啊。没错，你猜的完全没错，这个傻逼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用错了造型。这个难道就是所谓的买了但又没买吗？是不是有时代我们不需要找第三个队友啊？好像两个就是绰绰有余了。这个配合的不好，不过我们还是进。可是我射出去的瞬间实在开大，把它震退，然后还应该可以还两个。我靠，跳这么远啊！国家代表队是不是啊？打饭。到底打不打得赢饭啊？还是五五开？要看操作。因为罗莎手其实也蛮长的，帮队友缓一下。哇，太自信，太自信，往回挂机一下哎。他应该晕我。应该踹死的。哦，实在这个晕得好。缓一下艾米最烦。哇，真狠，盖瑞，还要把他抓出来。不到三十秒就结束了，好狠啊！看，我的死一年。啊！妈的，我的第一败就被这莫提斯搞掉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还没败。这边失误了，这边失误了。哦，好险！哦，我都放弃了，还好时代守住了。中间有人，去死啊，邪鬼！糟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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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不要，冷静，好硬啊！啊，不要再顶了，干！怎么这么会顶啊？他是不是香港人？他应该传给队友啊。虽然那个我还没守住，我这个可以。嘻嘻。哎，还没结束，看你你还好嘞。完了完了，实在大闹。我没挑到，哦，干不行，狂流真的太屌，他刚开了三次大吧，妈的，我的肺差点都给他顶出来啦！哎，我好硬，所以刚我原本是想开配件把奔腾杀掉，但怎么按到配件，妈的！痒痒啦，痒痒啦！你们两个啊，不要顶了，好痛！敢没打到，跑太快！我操，还给我回头，这斯派克。
等一下，我在瞄准，等一下。大招，大招丢一下，有啊！对啊，感觉不好打哎，太多近战了我们。哎，可有有料有料有料，雪莉喷一个，喷掉喷掉，把中路墙喷掉。他把他喷掉了，蹦！他怎么笨啊？他想要大射，有可能吗？没可能。干！哎，大射大射大大船，快大船！干！为什么大船？我还要回去捡。啊！糟啊！滴答，我直接从中路靠右上走。嗯，好。开反。看时代跟我想的是一模一样的。一样，我们这把走右上。开场换一个。这比比在加速。应该是近。他刚为什么不直接走进去啊？对面又没有晕眩角。把血位慢，我等时代来。踢出去，因为他赢我。我还是比较硬打吧。时代去吃早餐了，我们大概打了75分钟左右吧。75分钟，我们总共爬了280杯，然后是只输了2把，以只有双排的情况输2把，平局1把。我觉得这个结果是还可以的。然后最后来说一下罗莎这个造型好了。其实我刚在使用的过程中，这个罗莎的造型没有很显眼哦，虽然说是拉拉队造型。哎，靠腰！结果我从头到尾都用错造型，遇到罗莎少校，难怪我讲说怎么造型没有到很显眼。阿丽娜嘞，我傻眼，我刚才打的过程中我就想说，我花了这么多钱买了这个造型，结果没有什么多大的改动，你知道吗？靠腰，白玩了。